跆拳道教练一煞，可以耶，煞得力，我给大家验收了。你其实看得好厉害啊，对的。老师今天要教我们英文，我们要来教蛋，好好做笔记。没有检查哦，店员会问你的蛋想要什么样子。他们两个没有笔记，没有笔记，没有笔记，没有笔记。下课来找我。